你是不是睡过头了？我的名字叫演员广志，乃一流的商业人士。我今天一大早就必须要跟重要的客户开会，所以非搭上7:15的电车不可。啊！我现在正在大便，等一下。 品尝日本的夏天。 小葵，对了，还有小新啊，哎，美啊，你也来喝一杯嘛。
爸爸，认出我了吗？